嗨，大家好，最近有朋友提出了一个难题，灵机一触做了这个短片，怎样用同一个手机来跟多个一位朋友一起讲电话或者听一个录音呢，也就是 conference call。 今天就跟大家示范一下。首先做一个非常简单的问卷调查，请你在短片底下写出你有没有跟多个一位朋友在同一时间来讲电话呢。如果没有，看完这个短片之后你会不会试一下呢？今天用来做示范的电话是 Samsung Galaxy， 其他的电话操作会是差不多的。首先打电话给第一位朋友，当跟第一位朋友接通了电话之后，讲给对方知你即将要打电话给第二位朋友，请第一位朋友不要收线，按 Add Call 或者类似的掣来加入一个新的电话连线，打电话给第二位朋友。现在第一位朋友的电话就会被搁置在一边，当跟第二位朋友接通了电话之后，按 Merge 或者类似的掣来将两条电话线连在一起。现在你跟两位朋友都可以听到对方，而且也都可以一起聊天了。如果你想邀请多几位朋友一起讲电话，你可以照样由 Add Call 开始的步骤来加新的电话线来连线。在同一时间最多可以跟几多人连线呢？那你就要问下你的电话公司和手机公司。当讲完电话，你的朋友可以照平时收线，这样是不会影响到其他人的。而你是开始这个电话连线的人，你可以按个别的 drop 来终止个别的通话，你亦可以按红色的电话掣或者有关的掣来删除所有的电话连线。好了，看完短片一起来试试跟几位朋友电话连线一下。试完之后呢，亦都请你在短片底下写出你最多可以跟几位朋友联线，以及联线成不成功。多谢收看，下次再见，拜。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